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将来临，除了传统的圣诞树、圣诞老人和雪橇，位于香港铜锣湾的世贸中心特地邀请美国著名设计师 Jeremy Scott 来港，营造一个充满太空奇幻旅程的圣诞节活动。闪亮亮色彩的摩登圣诞树，身穿太空衣的小熊乘坐飞翼雪橇，这些圣诞太空城别开生面的景象，是著名设计师 Jeremy Scott 为市民带来的摩登圣诞气氛。有小天后之称的香港著名歌手薛凯琪大战设计，充满创意。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圣诞都是你会觉得啊，个商场一定是红色和绿色，咁我觉得it's time for a change。咁就佢用粉紅色同紫色呢個 clash， 我覺得 it's very romantic。說到聖誕願望，他希望能和家人一起度過。如果真係咁好彩唔使做嘢，我希望可以同爹哋媽咪食飯，因為都離開咗香港好耐，即係拍電影啊，嚟緊又會去即係台灣即係錄碟啊，同埋拍 MV， 咁所以我希望好希望可以同到爹哋媽咪食飯。一身黃衣的 Jeremy 也表示會和父母一起過一個美國式的聖誕節。新唐人記者林秀瑜在香港報導。